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项目我们是看福气来的阿明谷刘浩明，因为高铁还有高速公路的一个兴建以后，其实对台湾的民众来讲的话，更加对台湾提供到台湾可以一年都可以来去，可是更加我们南部那个地方对于我们的北部人来讲，我们都市镇人来讲的话，一路冲的时候其他华人也可以一年都可以来到我们南部，可是南部以提供我们六队客家庄以各种特殊的各种客家的文化，其实对对各种北部人来讲的话，一路真的从都市镇的还有北部的风景完全没同样。听我们六队有一群人，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观光发展有过多兴趣，同时对我们的年轻人的合作也有过多努力，所以成立一个六队观光发展协会，来组织我们的六队的一种发展，还有我们六队的观光的事情。我们今天都有创作一支行动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马上欢迎我们的齐平镇齐泰国的现场。好，主持人好，我来自屏东哈，齐平镇哈。各位观众，大家好。其他讲我请问一下吼，头先我哋有讲到，其实唔得以对我哋六队嘅观光产业嘛吼，有一啲过大嘅兴趣，啊嘛成立一啲设备。我想问一下讲，其实一设备，除咗成立设备以前，唔得系咪有做过一，譬如讲联合啦、观光整合嘅一啲事情咯？其实都有啦，吼，之前一个协会之前啊，都你提高雄这边啊，有成立一个。东高雄观光产业联盟，啊，佮底部有四个佮客家庄，啊，两个佮后罗庄，啊，三个原住民区啦。啊，之前底个性啊，都同一个企业合作有嘛哈，都有一些个联动啦哈。包括那观光产业，也个部分拢有个推动下来啦。啊，其他个人都看到。高雄同屏东也是有嘛吼，都六队啦，我讲六队也个天气有嘛吼，对一个观光产业吼，一个部分吼，都较少人去投入啦。啊，我呢都看到哎，一个可能需要我呢有一些人有嘛吼，来过来一片有嘛吼，都整合啦。啊，慢慢讲整合，来讲协助安尼啦。所以加上我呢都同我呢东高门个底部一些的好朋友，啊，同屏东也是一些好朋友，加上我呢都有一个志同道合啦。都大家讲吸气起来嘛吼，可能来天数六队的观光的产业一个部分。不只等于讲，其实让我的那六队观光产业发展下，毕业组织都可以成立以前都有东高门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经验嘛吼。可是人家都等于讲，把我的那范围扩大到让我的那六队的观光产业一个联合。那问题是，我从每条讲，它观光产业做嘛个爱联合方来咯？一个部分有嘛哈？之前我们都有个那种我们的前批啦哈，就是我们过头前的人哈有做啦，啊不过可能哈一个部分哈，产业一个部分哈，其实一个面向有嘛哈规范啦，慢慢讲文化的部分有嘛哈，有过多延伸，啊过多连接啦哈，啊一个部分我们都我透过一个以前我们东高门街哈，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有没有，我们有整合参观学研社的哈，都做过有的一个。交流会啦哈，啊，我们嘛有得到一些个人呢一些经验啦，啊，最主要是我们个我们观光产业发展协会我们个秘书长有嘛哈，不能又讲就对国建计划个主持人啦，啊，其他都有过多的讨论哦，做某个事情，啊，不过做唔到要紧讲啊，哦，我就讲我要去执行，我要去做啊呢，所以其他我们都慢慢的我们都。有一些想法，有一些个方向啦，所以个人慢慢的都安尼吼，激发起来，然后吼，我们都有设定一些我们想要做的吼，跟我们个章程底部都有一些我们个宗旨啊，还有我们的最后的精神目标，个人都有。可是，其实对于我们六队来讲的话，以于在各国的一个主题，大家都讲讲六队哈，因为六队嘛，还有我们这南部客家人最多的适合的地方，同时也要风土人情嘛，可以讲。可是，真正去把也要观光可以去集合方来本，他过多年提高六队的奖，好六队人文的好，也是真的个重要的事情。可是问题是，像我所想问的讲，看这个其实。头一开始讲，即个又到东高门嘅片面，伊个经验嘛，吼，佮经验伊规把范围变成一个六队嘅时间。其实我咧从头我讲啊，我咧喺度六队啊，感觉我讲六队佮强啊，做但是，嗰种我问你，嗰种我唔知。我想要参问一下吼，
因为你讲人家提绿洲来讲啊，反而等你唔讲喺观光资源啦吼，无你讲啊等你观光喺一啲行势或策略方面，有冇个弱点的地方？就弱点有嘛哈？就其实啊，有个用一个例子哈来讲啊，你啦哈，佮下都国雄讲伊那个港务公司哈有钱来。佮两三年前个事情啊咧哈，以前来讲，俺的游轮那个游轮个国际游客会下来，会去那一条，所以佮下有讲到米龙，你六对啊底背啦哈，讲米龙哈，一个讲讲三亚的一个软硬体哈，算个齐备了哈。啊，唔过佮下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讲俺的讲齐备，啊唔过。对于那个邮轮公司，个国际邮轮客运的旅行社、旅行社有冇吼，看那事情角度冇相容的哦。接下来有一些讨论啦，哈，那能够以美容做例的哈来讲安尼啦。美容个底背，你个人咧哈，你一个色的东西有嘛个特色，会搞会搞嘛个。一个游轮公司给游客下了六点钟的时间，会完成所有的个人的事情。那个美容个个是有嘛哈？正常个吼，那你讲一个国家的个人缺了哈，缺失了，缺少了，没讲缺失，缺少一个表演，摩阿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团队，一个场域，所以呢，一共过按七倍，按过很不久。还有个人的所有个人个行程地方，一个游览车入来，我行啊，关于以为个人路线给他有冇哈？个接驳又有问题，这是个地方个哈，我来讲统一的个地方，弄个表演啊，讲我本人看的东西，我哋个是规划出来呢，所以各项个人都有多多样个问题，各项个嘛对外讲，我嘛归上爱。引进多米龙去，最后因的规划啊条件不足，最后因的三亚那一些啊都台南安平目标这边去，所以接下来是有个一个感觉啊的啦，是不俺的鸦片油嘛哈，俺的原来的文化的部分两个建筑啦哦，或是相关的个环境景观哈，怎么会讲哦？屏东鸦片有屏东爱讲的蔬菜。高雄的鸡片有高雄的蔬菜啊，不过是俺们计下讲啊，还是会需要有一些加强的部分有没有哈？可能俺们看到做的天数哈，同一个部分哈来做一个加强下来啦。其实头头俺们那边真太可讲到讲米农哈，米农其实听下等那六对地方算是发展了一点好位呢，好因为。你等于讲，应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可能他讲人工唔讲什么。平常无疫情的时间，哦，个多方面面农真的是耐得讲到你。对啊。但是你看到，虽然讲看看我算是挨点六度的，我的呢，城镇里边算是观光做一点好嘅哈。我一年四季都有无同样的土产，我买个小玉，买个白玉萝卜啦，白玉萝卜啦，然后圣女番茄啦，哈，都好啊，他们的秋冬最。贵搞贵的时间，因为有某个波斯菊啦，哈，波斯菊其实算做贵好的，但是对于某一个层面的观光来讲的话，也还是唔错。错，但是安尼话真的都唔是讲其他的屏东啊，像其他的城镇去。咁安尼来讲的话，我想请问一下讲，其实对观光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系没有贵多的某重要的一种可能个层次，因为你讲，头先讲系游轮啊嘛，因为游轮的引入。短时间以内，伊爱看到最有代表性的，吃到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噶对于伊啲闽南来讲的话，伊可能第一部分，伊可能而家目前咧，伊啲观光嘅伊啲市场咧，不如等于你讲满足到国内旅行，我们看一下两点钟嘅感受一下客家嘅村庄嘅风情，食一下面扒饭，然后买一下土产的果叶。但是对于国际旅行的话，伊可能买唔到。错。能够国内旅游也可以部分啦哈，还有你讲个国际旅游也可以部分，国际游客也可以部分哦。可能我有某空用的啦哈，一个设计也好啦哈，或是规划好啦哈。那么分享一下哈，爱前两年哈，其实俺嘛有规划这方面的东方曼十里哈，接下来都同国雄市观光局哈，给
也是有嘛吼，安尼都讨论哈，又回到个主持人讲的有嘛哈，一个蔬菜一个区域有嘛哈，按法，一定要有一个品牌，品牌的营造，跟那么用个人那个整体一个品牌营造有嘛哈，个别安尼三三的打有嘛哈，打不出来，说唔免讲吼，像同个例子有嘛哈，其实是屏东鸦片哦，我香港食物处鸦片嘛吼，它叫做活动。唔过活动吼，佮底部有嘛吼，有几多个人呢？我连接，我整合诶。所以佮下眼呢，我都佮下眼同高雄市政府佮下眼呢，都有几人讨论个，所以佮眼就设计一个东港慢食的。佮底部吼都有食宿游玩过，佮底部眼佮下讲，我同佮呢，反正佮下都用个呢在地文化、在地个呢美食给他。然后连接跟人呢，跟他们有个连接，包括行啊，跟他一个有个呢多元医生产业不？好，客运呢，哦，你不有蓝彩你不？还有包括俺那个用在地俺，还有个透过俺那个跟他们有做特色的店家跟辅导跟评鉴，啊，跟他们也有个呢的 logo 啦，从以前俺的屏东跟那种跟那个尾鱼记跟讲。即使各种个东西有嘛，各行各业都有操作，所以各行各业都有前后都两年的时间。即使各行各业都有一个经验，啊，各行各业面临个偏行，各行各业嘛有规划执行一个二十班的个同课，还有一副哈合作做太虚啦哈，还有个呢记忆的个部分，所以各行各业都往能看到一个部分。如果做得。可不可以六堆屏东？一些屏东鸦片油嘛哈，即使近来咱操作按机会个呢观光产业嘛哈，啊有个最太难讲，一个做唔太唔多诶，就是按人苛刻啊，还唔多年来堆唔多个按那个，哎呀个哦用嘛个工具就对咱主持人讲诶，去行销用诶个方式，我用诶预算，我达到那些。也可以部分，如果其实他个活动吼，归会攀，他那归闹，那归闹家啦，哎啦。但是他跟你还是变成是他跟你共同做共赢啦。对。观光啊，品牌其实冇容易做，但是对于六队啊，伊的跨省市的、跨区域的伊的品牌来讲的话，其实也难度高高。其实下我后那节目，我们再来问一下，变成他个应用做。翻过来，复起来，上到节目，我的内面六队公共产业发展协会之行长齐平镇、齐太国来来欣赏，可能讲吼，伊的对以前在东港门的经验，用来去考察到我的那六队体系吼。我想想问下，因为其实吼，六队体系来讲的话，我的那个故事在一起啦，也还是有职业无平分的地方。譬如讲，闽南吼，如职业还是过多，人才嘛过多，医生过多，职业也过多。都本东的屏东市的时间，还用来讲还是屏东北埔，好、哦，譬如讲女埔的啦，哈、嗯，最公馆的国泰城镇啦，哈、嗯，重资啦，哈、嗯，好、哦、说。但是慢慢的都下面，好、哦，慢慢是因为有主角，哈、哦嗯，同时也还蛮还有的前锋队，故事也会资源蛮够多。但是慢慢的呢，都加东啦、新北这边，其实资源也蛮越来越少。其实资源少，唔代表讲以前个文化唔丰富。可是问题是我哋从头发现来讲，啊，有几多个正的地方。佢有歷史的地方，还是佢當然有問題。我從我哋講，在你整下一片地方嘅時候，其實也會指引個個大大。佢一部分的問題能用嚟解決。我哋嘛啲有個問題，就是說資源呢，跟呢，還有包括地方的行政首長，哦，佢支持度冇強用。而另一個呢，看東西嘛冇強用，因為其他外地東港冇其他外有參與到一些客家企業嘅呢地方創生呢。所有的构想嘅，我嘛有天数，所以我咪讲冇看到，所以我左边啊，一两一几年话咧上啦哈，就行政所长哈，是一个硬体嘅扩建单，啊，我们国爱做一个品牌一个营造嘅软体大工程，一个工程大工程，这种嘅有哈哈，官方部，
公部门困难执行。啊，不过接下来我们讲排除公部门，只是公司会合作。我们这个我们都工协会嘛，哈，工协会都会有我们个底部规的老师啊，他个有嘛有个构想。啊，还有另外像来角色来吼，我都来做连结。专场要部分，俺就做连结哦，个品牌营造跟俺那个自我形象的优化个建立，那个部分是俺去搞诶胜任的那个部分啦哈。俺都一个立业的广东屏东啊，然后讲果蔬好了哈，果蔬以前吼都靠点的一个所在，所以给他买一个因缘际会有嘛哈，都一个好的时间，人家都讲诶，人家都讲诶，这很重，你可不可以讲果蔬有冇同俺的天数？可能用整他们去了，我用了营造。你是果蔬体啊，那个那个屏东哈，如果以行政区一个地方哈，果蔬一个范围会开呢，你种的东西青多呢，做出的东西嘛贵多呢，会有特色文化啦、建筑啦、环境景观，哎，贵多。按过以前，伊都干嘛讲？来讲屏北啊，屏北都个点某某种屏南呢。所以，其他人呢都讲，哎，执行长都同人天数，同人的天数好，所以个人都过去，我都一开始我都用交流会的方式，同意呢讲打基础啦，慢慢的整下去啦。所以我两个都两地办，我两都可以办个交流会，佮都讨论讲，果蔬怎样的营造一个品牌。所以，其他大家都一个积极的哦，都有一天我有人哈喊过去有嘛哈。对于那个哈，切皮了安尼啦哈，啊，他家都诶想法过多，所以接下来都回去实听有嘛哈，有法安尼都讲，有小来看台安尼啦哈，一个，那都加果蔬一个利益哈，来同他家做一个分享。你呢去看一个定位，就是用个定位，哪一品牌哪样用做，我做买个，所以呢个用个实物级，所以接下来如果俺都无讲四级。一天我用果蔬去搞，唔系特定呢，唔系去搞餐厅面去搞，而系咩？我用嘅行销，所以给他有实务级，所以给他原来都有一个讲那个一个委员会，都碰到一个吼，个公民的蔬菜啊嘛吼，啊他家都诶，我做点成立一个协会，所以你都有屏东盐果蔬观光发展协会，啊伊今日筹备啦吼，啊唔过。有一段时间吼，我们都透过我们都线上诶那个会议平台，有冇吼？大家继续做交流，所以果我都看果蔬一个利益吼，我都来看屏东诶其他诶乡，其实是做得慢慢的安尼吼。我们讲，所以你今下我们讲，全部一下全部做了，满多，所以我都先做一个乡。啊、之后来讲，有个成果复制有冇哈？哎，都拍咧熊有冇？看那一年，我认为说，每一个哈个熊可能跳，看冇熊用，所以我们我嘛那种嘛也是一个挑战啊。所以我们都之后我嘛又慢慢的我嘛会慢慢的行哈行出去。这以前来东港门街海，所有也跟我们协会跟你的成员，我们温柔的去连接。也可以部分有没有也是大工作，也可以部分也蛮会呼吁的哈，就是说，可以后有我那个不管是梯缝啊还是中央的部分嘛哈，其实我们蛮个对于一个观光产业一个方向有冇哈，可能要靠加强来支持哦的辅导安尼。你讲到健康哈，我想到讲，头都泰国有讲到一个参观学颜色，好多参观学颜色嘛，好多。我哋咧商業嚇，軍方單位嚇，學術單位嚇，研究單位，還有我哋沙啲意思嚇，他跟你傾下來做一件事情。那同時泰國角色，如果可以中間做一個協調的人，好把所有的東西。但是從我唔錯，按你講係講幾容易講，但是你要五中人，看你國土嘛冇重要。譬如講講你咧高速嘅發展來講嘅話，其實對商業人來講嘅話。伊希望讲啊，我下礼拜我都可以有年年来了，马上都可以问来搞东西。可是问题，佮可能对研究单位来讲，话有因为讲啊，要文化东西，伊咪用一万五千准片好买东西啊。政府单位、官方单位来讲，话有因为讲家人伊还没又还来做下东西。佮其实能用的是，我能讲，纯他讲伊讲出一个强下的一个默契，冇讲强下的未来。一个部分就好，买一个小三啦哈。
正常个嘛唔讲，种主持人讲个嘛唔讲吼，两三句话吼，做做就讲啊，咁简单安尼啦。不过一个部分有嘛吼，其实加上俺们都有一个，都提前，之前也有，也有讲过嘛吼。俺两三年前，以前俺都发动一个有嘛吼，都俺们都一个听使用礼拜。加上俺们前后俺们花一段时间，花一块两年的时间。加上俺们都吼，透过亚总的一个交流会有嘛，加上俺们蛮有枪，跟你呢一个企业起重，你不？所以我都特别跟主持人讲的有落差嘛，所以其他人都慢慢来都安尼讲，透过一个长的时间底背，他讲让伊讲，我们都会提供你的想法听嘛个，佮需求有冇？其他人都有体重有冇？我都请一个各有规划能力、各有执行能力一个区长吼，利息啦，那么还请伊吼，用他是一个。提防个属众个呢个角度来看眼呢，凶呢切不切题，所以接下眼呢就有按个底背眼呢又强过多个呢呢，同样个研究单位个学者个老师，所以接下眼嘛请过多，眼呢南埔个太好有冇过多老师嘛日本，所以这等都主持人讲个一定冇朋友嘛，学术单位同民间单位个看法个老师有个各专业没有嘛哈。看那事情突然呢又冇通用，所以接下哈，透过一种的交流哦，那就太卡的滴，运用诶，能讲吼取其优啦，应该讲吼，可能一个学术单位伊呢有嘛个优点，所以呢今俺呢都不是咧作用嘛吼，那我要取到个呢呢种学术单位伊呢规划能力，伊呢逻辑诶，学术诶能力，各种诶部分一定可伊呢追求。啊、所以我们都另外一个都改一个，比如说我们去搞，嘛做的做行销顾问一个角色，按讲我们冇按多时间，冇按多年，所以我们又有同其他的冇共用的行销顾问公司去做连接。所以说，同我们的其他国讲啊，因缘具足哈，对我来讲啊，方啊，非常的讲，给你的因缘具足，给你的东西，他跟你的观念嘛，最接近的时间，叫做因缘具足。唔讲讲，你喺见面喺官方嘅台表，你喺学术界，你喺地方生意，你喺地方人士，而最末睇安多摆讨论地步，你慢慢话地讲，哎，我哋想，我做研究嘅人，我哋想，其实对生意嘅人来讲，佢种嘛贴讲，吼，贴好嘅一个想法。可是慢慢你嘛把伊阿个想法，可是绑到一个趋于现实的时候，佢都可能都其他个讲嘅因缘具足嘅时间。其实我们跟我们省立一个六队观光产业发展协会，其实我们有一个最主要一个，都一个计划，如果整合起来有冇？因为今年所有我们跟那些行政单位有冇哈？屏东是屏东哦，国雄是国雄哦，所以跟他计划个别提哦，按个个别计划提角度可能冇通用哦，需求空法冇通用啊，所以我们都一个部分，如果说以后有一个因缘具足。三个有嘛哈，所以同同一个屏东学校事务所，其实同立平处长啊，同那个对象啊，主委哈，其实也算是很好的朋友了哈。如果说郑总以后有机会有嘛哈，郑总啊哈，我来讲，我来开会哈，同要利用的那个亲友协会跟女性长官有嘛哈，如果你的亲意的哈，可以后有没有机会了哈，来那个设计一个。哦，同客家做的参与，啊，一个吼，可有持续性的系列性的啦，我们讲啊讲，看你那活动，那个部分有嘛吼，可能有一期计划、二期计划，讲中长期吼，慢慢安尼送。所以另外讲，一个比如说啊，能在屏东也是，我有马街，我在高雄马街，互相指引那个哈，给他有嘛哈，那个部分我有马街，互相哈，我去做。火花有吗？激荡的火花，激荡的火花出来有吗？哈，嗯，啊，俺们协会有吗？哈，就在俺们讲，以后跟我执行上有吗？哈，我们来一个协力的，俺们唔敢讲，俺们讲心里话，俺们个全部会做起了。啊，一个部分有吗？就是讲，特别讲主持人讲，六队三百年，我六队三百年可能活动类了哈。啊，我以后在我们观光产业一个部分，我用诶做一个。整合，整合，
其实哈，对于我们观光来讲，包括像我们其他国讲的，我们有参观学、颜色，有无穷样的角度。但是把伊整下放了以后，有无穷样的人，伊可以分配无穷样的能力。休息一下，我等下我们买个多个精彩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嘅，新浪节目我哋喺内边，变成泰国同人讲讲，其实应用系一把，我哋无穷用嘅意思，就是真好放来。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头先有讲到古书嘅问，嘅算是唔能睇古书，有啲细细嘅，啲整合嘅吼。喺你听唔听得同我哋讲一下？因为地讲你几时只嘛，有抢银行啦，同我哋讲我哋咧砌铁嘅抢银嘛，要去放入来。听我来提出，而且部分都很容易炒作的。其实接下来哈，去讨论有没有？其实我都提提国术实践呐。都讲过做一个，我做一个起米鸡油嘛哈，讲讲实验版好了啦哈。我那都讲一个蔬菜，如果一个蔬菜做得起来，做得起来，之前的讨论的所有的跟你呢，不管你的方向啦、啊、想定啊、策略啦、啊、哈，买个东西。我都在高雄的高速，所以跟他近期啊近日的时间有无哈，都过多嘛老师嘛，对不对？所以包括一个地方嘛，有个屏东县政府一个劳动青年发展处个顶轮处长，伊那个团队哦嘛有一个地方，还有过多个人呢，无共用的专业团队个领域的人嘛，一个地方，啊个地方，一个菜地个地方又有菜地个过多压榨，又有后生诶。所以讲，你底下去果树叶那部分有冇哈？其实说，讲有一点讲，执行长一种啊，执行长讲一段时间咯，用品只有果树有冇哈？其实都一个部分有冇哈？我都讲，你都能够倾听你的一个需求啦。其实俺们都满足，其实俺们都是辅导啦，冇讲是讲那个讲很有高大上的一个想法呢，都俺们都去协助。应该讲，俺们角色够中立，唔免一批有嘛哈，会突然来产生个所谓利益上的啦哈，或是嘛跟利益关系上的跟人嘞有冲突啊嘞。是俺想法角度就讲，俺就会听书诶。我最主要是会同人那个那个那个群体有嘛哈，连接要用啊去排啊，啊包括那个社团有哦，以后如果说俺们用啊去听书，什么资源做点日本。啊，有哈吼，就我们讲个，有时候我们个组织的有冇哈，有个猜题你有冇？去卡反射讲去卡猜题你的问题。哎呀，段时间初期给哈我们一个，说我们还外来个协助者哦，所以我们都把人我们都当微微的黑脸啊，你有冇哈？一讲一信，其实经过是过百啊那个交流哈，他敢都顶，安样的。做一个事情，他讲个角色个投入有冇哈？运用的日本，包括几多老师，一定几多事情，每一个事情，他讲有想会做一下事情，啊，过亚种个用个取舍，啊，亚种个东西都讲透过个讨论，一个讨论那做的底，他讲个需求，啊，所以俺都有哈，俺都那个，所以说企业损耗有冇哈？来看你呢。你要短点时间做诶，做运用诶。如果说你能去搞再体验有冇？去搞做的强起来有冇哈？啊，都不用下去，都比你去慢慢的哈，都能够在地个活化有冇？在地个深化有冇哈？比你去做，俺呢有冇？就俺呢天天能够讲，有一段时间俺呢会陪伴你底下去，但过一段时间俺呢嘛会离开，俺嘛希望讲。我们离开去下游嘛哈，我们做的起来，哦，有个有个人的发展哦，也是我们讲个与有容焉呢的时间啊呢啦。所以，从从我们在泰国讲的地方啊，天数也给分啊，都感觉到个有感触，因为讲，我们翻译都讲帮忙啦，我去帮你一个忙。可是他发来讲的话都天数，你看一种归。归可能讲归卑微一种讲法，如果我真的无做乜嘅吼，如果我办东西，我都改啲书上听一下吼，就但是听书一种感觉，如果其实
我迄提你的爱，提你的爱，爱爱协助的时间，我也协助一下。啊，你不是协助的时间，我都在隔壁，叫你们等的。哦，你等的，等于即个我行行来时间，好，你都即个一下。可是我希望我迄阵去还是天数的地方，我都技术下伊，我都天数。可是等于讲，你喺批判到一道菜地的组织，好菜地的人，菜地的山呀，慢慢的去行出伊的那一条路，你唔去带伊的行出一条路，是吧？系不是从侬嘅感觉讲，原来有我哋咧观光山呀，伊的下边其实系希望讲，每一个地方都有即个一条路出来。噶问题一条路出来，嘛系伊等以前在讨论的时间，讨论一条路。有些部分以后有嘛哈，正常的啦，都给需求出来有嘛哈，其实都搞不一定个什么工具了哈。也是慢慢的哈，其实都就像个果树一个立业的工友嘛，其实经过到某中央的团队的一个底部，其实单一个工具啦、资源啦啊，还有可以过多一个人呢，一年的空法啦。或是你那个想法啦，其实改多，那以后我们都讲，如果对你的企业，针对 market 部分有冇，你会企业有跟你自主的跟你的不管计划能力或是文案能力有没有都下开发跟能力有冇，啊做的冇去申请争取经费有冇哈，做你的想会做的事情哦，也可以部分我们都尽量去协助啦，那不过我们也跟协会有嘛，就是说我们都其实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基本上因为还是基本上基本上还是在省电在省边皮电，因为他还是我们跟协会底部的成员嘛，其实以后中比如说我们十年以后有嘛，跟内埔跟那个冬片东片村有没有？因为都会判一个那六对个食物季嘛，那个那个日阳执行长也都讲，我们可不可以来办一个六对个那食物季？所以两个事情都挨在操办协调都，两个部分吼，挨在都伫个是可能六对十年的气象有嘛吼，一个可能一个气一个象都一个特色的，比如说挨在伊立业都讲甲鲜，新鲜的东西会出来。一个特产，农特产做那个东西，你做出来一个呢二级、三级的品牌商品，品那些，你个文创的东西有哪一些，有那个东西，那像你呢，你一个趋向，你要有个特色摊位出来，有个多的那个产业嘛，还有个东西买嘛给嘛，试嘛给嘛哈，搞嘛给体验嘛给嘛，两个部分啊都。同个日阳执行长个先生呢，都讲都伫东边村吼，伊咧都他会会有付出伊咧经费有冇？都整减进优化伊那个水准有冇哈？两片啊，有做过过奖个蔬菜，都伫个是给他在地的个人呢环境景观，一个市级产业，一个部分有没有哈？都剩下分都可能上来做看那有冇哈？一个部分。小小的一个驱动啦啊，马美工啊，一个部分都从条件都讲，不管我们辅导条件都一回事，主持人讲感动那心比，其实我们的三会员了嘛，做过多东西，我们都马去呢接好去了，过来，其实我们慢慢的意思是我们讲要打一个共同的品牌，六堆。因为不是我去搞经验经营的事情，如果说以后有机会，我也可以来做一个六堆特色伴手礼的个店面嘛，做得啦。所以都好吧，去搞嘛，感觉每个去搞都经过，去搞又冇做嘛。以后有可能讲有一个实体等个个呢电商平台，两个铺稳了天数嘛，某一天过多个想法啦哈，过多个做法哈，还在。滚动啊！你啦，可是其实等于你讲六堆一块地方哦，其实对于我的观光山人来讲，我还算一个其实几多包装哈，几多嘛还吃得起起压的地方。其实一部分我想要讲到后来，你讲其实观众朋友，这个特别看我的那边镇泰国的上福路地宫，其实
平生泰国以前吼，虽然今日讲发疯来讲，真的是时时我们，但是以前也高山的向导，你看像今日那样在讲客家南洋的散步地方，看得出这种山的形，山的形状。当初那么过好去行户外，那海伦我接触到观光一件事情。以前我对高中开始，我都开始参加个人的救国团的啊，救国团的个人的活动的吼。我最早民国七十年纪，七十一年纪下啦哈，讲下年纪都做落来啦哈。接下来我都开始都参加个人的贵阳的哦，天祥泰鲁阁健行队五天四夜啊的啦，嗯，接下来我都开始啊的哈。坐车的、坐船的，安尼台湾一天，其实今年个我都完善今年的一件事情，啊，慢慢的我都加入一个中华民国三难救助协会，今年我都做教练，啊，其实我高中时在读书个下都出社会，所以我一段有归从，差不多三十多年，所以。用他个破壳一下，今年开始算了哈，来加入社团做干部啊嘞，今年三十一年。可是我以为对以前如果好一块土地，同时过好我的户外的运动，可是慢慢的开始来接触到我的观光事业上面。人家讲台湾迄个报道，唔管迄因为也要慈善，也要人文，其实还有一块土地向人民。会好一块土地，愿意立一块土地来贡献自己的心力。今个感谢啊，等平镇泰国龙来先同我们讲安多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观众，感谢。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来先来运动运动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阿凯先生，今天要教大家芭蕾舞的伸展运动哦。好，我介绍用的电的当风压榨术，空气压。好，今天甜甜先生开始运动哦。来，叫开始前面数。你数三数跪下 and 左边数二数三数跪下七后背数数三数可以哈加速前面打过来按鼓下去打过来眼神向前数哪个不用鼓来好听你拜一数二数苦数二数 N 照片数二数苦 N 四后边一数二数苦哈伊数哪个 and 苦哈伊个 and 用后背眼神 and 打过来数过来 and 一数 and 二数 and 三，各位从数，
古蕊周片 and 熟 and 一 and 熟 and 三高重一些高后背一熟 and 一熟 and 三高重层次古蕊加速 and 跨一And 眼神向前，听听那 ，And 数那个，不用鼓了。And 前面数，前面高重，省吃，数回来。And 一百，照片一 ，And 数。And 你该从 and 数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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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后背一 and 数 and 一该从 and 七数 and and 数加数 and 苦下一。And 数那个，冲底背。And 打开，数变过来。T 三百 ，And 一 ，And 二 ，And 三 ，C，And 五，六，七，八 ，And 左，高重，寸尺，数 ，And 五，六。七八后背一高重顺次数 and 五数七八加数一一苦哈嘿数用前面眼神用后背 and 那个打开来，请好哦，来点弯片做哦。And 数打开来，用牙八 and 一数 and 二数 and 三数苦一下 and 一 and 右片。数 ，and 一，数 ，and 三，数，苦一下，后背一，数，你，数，三，数，苦一下，数那个 ，and 下一 ，and 红蕊。眼神向前，数那个 ，and 变过来，好，准备 ，and 一，数，二，数 ，and 苦 ，and 数 ，and 前面，数，右边一，数，二，数。苦，红蕊 ，and， and 数，后背一，数 ，and 二，数 ，and 苦 ，and 后背 ，and 苦，数那个 ，and 苦下一，六，数那个变苦蕊，兄弟背。N 打开，用苦诶。T 三一，你苦一下 ，and 一数 ，and 二数右偏一数苦一下 ，and 三数 ，and 四数右背一
熟 and 苦 and 熟又不易 and 熟 and 熟那个苦上西熟大块不用前面眼神又不易 and 那个大块好 and 前面数 and 你数上高多一些存吃 and 数又便宜数 and 你数 and 上贵重 and 吃 and 数又不会一数 and 你数 and 上贵重 and 顺吃 and 出 and 念书阿姨 and 古胸前脱衣那个数不用鼓励 and 一 and 数 and 你眼神 and 顺吃and 熟 and 吃右片 and 一 and 熟 and 你眼神 and 熟 and 一 and 熟后背一 and 熟 and 后眼神唇齿 and 熟 and 一 and 熟数那个苦气and 七八兄弟杯五六七加油哦 and 一眼神顺吃 and 熟 and 吃 and 熟 and 吃右片 and 一眼神熟鼓励 and 一 and 熟and 一 and 数后背一高重顺吃鼓励 and 一 and 数 and 一 and 数数那个鼓下一 and 数 and 把数不用前面身体 and 起数大块了，一样哦。And 听听啊，爽了，全部地方多哦。And 下，好，现在来做最美的动作。数，下去，做数，下去。两张数 go and 下来今天的动作大家都好玩吗记得明天要天天欣赏运动一下哦你的身体和精神就会变得更好哦好好运动再见下次见拜拜